感到的是观众朋友来观众支持的咱今晚倒转来又完甲咱白鸭产成败哦，咱阁共同阁来探讨啊，因为咱台湾的健保确实有影，迄落食东食西，食到阿鲁面，食到咱的第三代、第四代，甲咱食了了去安尼，啊，阁继续哦，即马啊阁继续伫遐咧进行哦，阁会愈来愈严重，唔是讲会愈来愈愈紧哦。你看迄落健保啥物第一代、第二代，啊，我去迄落庄卡，就讲迄落讲到迄落健保，有迄老人坐伫迄落庙口，我咧伊遐咧听讲咧，吼，记者伊讲第一代、第二代，啊，立钱是立到遮济啦，吼，啊，安怎啦，哦，啊，就啊伊讲的吼。啊，有影，伊讲个拢，逐句拢全理由。啊，结果呢，啊，哪会坐伫迄落台仔顶个遐个人，哪会安尼吼？伊拢认为讲，我应该个安尼。啊，就看出来讲，这就是讲，统治者伊并无设身处地，为着台湾人民来设想。你不管你是倒一个迄落。政府要实行的这个政策呢，伊本来讲福利的刷比那个恶魔的美梦啦，哈、就是给你包装，哈、后壁就是毒药，根本嘛是后壁就是毒药安尼。好，今晚咱阁继续过来讲诶。这根本的今仔台湾的今仔日安尼只。大家讲起来拢受害啦，吼、哦！虽然讲起大家年岁或者平均年岁拢唔增加，但是这个年岁增加并唔是幸福快乐，拢半条命嘛，嗯，吼、哦，拢只要有病，要么就是迄个脚袂好势，无就是啥，拢是咧拖命就对啦。嗯，一般来讲啊，一般的台湾人一般来讲是。虽然岁数增加，这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呢，事实呢，并不是讲真健康啦，真快乐啦，会得治啦。无啦，即马着台湾流行老人就是啊，脚头腕咧疼，脚头有咧酸软疼，都甲你换一个人工关节。好啊，即马那这个福建人，那你要安怎咧？主公无着主公甲你提掉，两招甲你提掉。啊，亲像我就是迄个甲状腺甲你提掉安尼，啊，结果即马拢足无好个安尼，嘿。好啊，规个内底，身躯内底会地动，吼，啊，讲袂出来，对，吼，安尼，啊，不管啦，你什么病啦，拢动袂动，拢开刀，你去迄落卖讲啥，凊彩干那呆呆病院就好。迄开刀房内底吼，比菜市啊搁较闹热，迄病床安尼规排几啊笼，迄无啊拢手术，无啊拢像我，就是等要入去台。哎哎，对，你看嘛，啊，这就是健保造成的啊！对，你若不是健保造成的，啊，无就哦，年纪较早的人讲生灵少，生灵少其实会当治疗的。草药啊，解决。唔是讲变生灵少就送去迄落胸肝嘛一边给乌掉去，啊，含咧淋巴腺拢给你慢掉安尼。啊，但是拢足侪人的治疗就是安尼，啊，刷咧就是化疗，就是电疗，啊，就迄个疗程过来就是，迄落每两礼拜拢啊登去病院报道，啊，药啊就食饱了后，下伫迄落面头前比食的饭搁较大堆，就安尼在食，安尼在治疗。有去病就是安来。你讲，有去就是安来。你讲这个咱台湾人因为有健保了后是身体较勇还是较无勇安尼？好，阿个继续讲，当然，这哦，这是牵涉到讲台湾的这医疗的政策哦，有偏差，基本上有偏差，因为台湾医疗政策完全是哦，西医为主，往西医做为主，是，这个西医啊有偏差，因为伊是干呐，伊治疗的时候哦，伊无俩根本。我俩总局，伊甲局部处理，我这部分我来处理，处理部分要扛咧。这是西医最大的败笔的所在。所以，咱来看这啊，正常合理的医疗政策、医术政策，应该是一种中医哦的方式较重要，因为按处理效果多。根本的
根本全面的治疗，啊，中医是方式方式，所以咱来了解，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医疗政策啊，伊唔是西医的，伊主要是以中医为主，嗯、啊，然后再附带再有西医的部分，哦，这个台湾哦，方向无同，在颠倒，哎，医疗政策无同，啊，所以咧，咱即马去看，因为你中医这是几千年来留落的物件，哦，嗯、啊，你看。伊这个物件是好，就是好物件，照落去中国大陆，即中国即人口，嗯，我就讲好，要全世界占上者，嗯，就是伊这医疗，真好，真侪贡献，对咱对这中国的这华人来讲，这是真大贡献。好、嗯、啊，这是台湾，台湾，我即马要去讲啦，台湾这里进步的基本政策，伊最大的排比伫倒，就是讲。台湾这个健保的开销支出重点是靠你这，这医疗呢？嗯，就是讲看你讲，咱现故乡有啥病啊，第三病安尼呢？嗯，但是发生问题啥？这病的来源发生问题的，并不是讲你咱现故乡病，实在是咱生活的环境来滴。对，专门台湾。咱的饮食啊，饮水。哎，啊！甲咱所处的迄个空气所带的环境的污染，对，最主要伫迄遮嘛。啊，人来破病，较早咱拢住伫迄落深山啊。来，我细汉的时阵，打茶在卖，烫只脚打茶在卖，啊，当时有用好破病。对。啊，今日就是啊，因为健保的制度，伊无法度解决这问题，解决这空气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吼、哦，啊，食物污染问题，伊无法度去解决啦。咱的今仔日健康会遮尼啊歹，啊，迄落就是食安出上大个问题嘛。过、哦、来饮水空气，吼、欸，系种种遮个安尼问题上大引起个嘛。啊，即卖呢，咱就看台湾这20年来，这个健保制度失败什么原因？就是讲伊健保了。第一个处理方向，伊是讲针对个人的身体的病症尔。对。伊无就讲针对讲咱生活的环境的水，还是空气，还是食物，嗯，这方面来。去甲你抓你的源头啦。啊，对，源头，这就是健保最大的弊病。啊，不过问题就是出在讲。这个源头拄只我讲着，是咱的问题，是政府的代志。好，这个空气污染，这个工厂废水污染，这嘛是政府的代志。好啊，这个过来，是咱空气。空气水，空气。水。啊，这个阿彪，哦，这问题真的哦，阿彪，比方你人过劳的，哦。工厂里啦，工厂做工会啊，里去做工会的时阵，对，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工作环境甲工作时间，所以，但是，这是拢，这是真正健保爱处理的问题，健保拢无处理，伊个这几年间健保这方面的，这叫啥？这个预防啦，医学的预防啦，预防医学，预防医学，一开销，占无。100元减过一块钱，迄无同啊，咱就倒台来水无止。足少的，比例足少的。等于是讲一呼一呼啦。嗯。啊，呼应者，呼应者。好啊，所以呢，啊，肺炎就济啊，因为你空气歹，肺炎就济啊。对哇。好啊，你比方你的这个。咱肝癌，就是你的饮食时间，是。就是饮食的出问题啊！你就肝癌、肝病，吼，啊，规头头拢来啊，吼！啊，你照你讲，你健保的政策重点就是爱处理这嘛，空气、水、环境，啊，这个咱工作的所在，互咱有真正健康的环境，这才是健保爱推动的所在。对，这个政策当初推动的时阵，伊将这个挂开，伊并无甲你黏在来。咱来看讲有责任的这个家己统治家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所在就好。咱来看讲，迄个日本啊，这个日本哦，讲因为迄个
徛迄落徛伫遐指挥交通的啊，吼徛咧，啊无几点真久，咚一下就倒落去安尼，啊一下倒落，两下倒落，哇，因就去研究啊，吼，因的迄落相关的迄落单的医疗就去研究啊，研究结果讲啊，因为空气哦污染太厉害，迄汽车安尼安怎，好，伊就正本清源，结果你看迄落你去迄落日本的所在，伫迄落街路安尼在行，到伊的车嘛不止啊济，啊你。敢有看到讲，规个穿乌烟啦，规个路安尼蒙烟散雾啦，安尼，都无安尼问题嘛。啊，伊个人徛遐，徛遐咧指挥交通，袂讲徛无两点钟就倒落去安尼，昏倒啊。啊，所以讲咱遮唔是呢，咱遮就迄落定心丸加工，只要卖现死的拢会使卖。现死拢袂要紧。嘿，无现死的哦，拢卖出去袂要紧。无代志，无代志。对对对，嘿。像这车的嘛是同款啦，嗯，因为车的嘛是健保的部分啦，对啊对啊，啊但是健保并无针对这车的问题，啊，列出一个预算来阻止，对，车的卖发生，对，无啊，连啊无开钱就这条钱啊，是啊，哦，啊比如咱这车的，你讲你讲饮食的问题，对不？起码这个啥，这个基因改造的问题，嗯，对啊，是不啦？对，基改的豆啊啦、番麦啦，吼，无所不及啊，无所不改啦。哎，哦，这个是不的问题啊。嗯，但是咱基基本上，今天马博都解决这个基因的食品，安怎对大人的伤害，安怎去阻止？拢唔敢讲啊！健保政策唔敢面对啊！嗯，唔敢面对。对对对，所以讲哦，咱来看讲，当初这个健保要伫个这个地方要通过的时阵哦，凡事啦，咱即马咱用足善意的来解释讲，可能因遐立法委员只在意，唔在在意，就是讲啊，我甲人民哦，扣真少的这个钱入来了后呢，啊，你来看病拢唔免钱，你只要逐个月加六哦几百、五百块，为头啊五百块变啊六百块、七百块嘛吼，第二代、第几代安尼吼，落去六安尼逐年增加安尼就对啦吼。伊可能伊无想到遮个咱拄只在讲的遮个，即个爱正本清源的代志是爱包括，参与讲车 A 的代志。嘿，你都要预防，那个叫预防，那个是预防医学来的，预防胜于治疗。你来帮他调车好啊，再来用健保来给你看，嘿，根本都不是问，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那个方式，应该爱来讲啊，这个路安怎和交通迄路，还是宣导人民安怎来遵守交通规则，还是讲你的车什么车会当回上路，袂当回上路，这你拢爱专门爱来这个统计了后，你才算出来。结果唔是啦，即嘛好啦。哦，啊，健保大家讲，哦，大病院、小病院、小厂饼，小厂这个健保的饼，啊，着抢家安尼，抢病人，刷来着抢病人，啊，抢袂着病人，只好用健保卡呢哦，着摕去开领牛粪，领塞文，吼，领迄落什么婴，讲有人去领婴儿车啊，哦吼，安尼去领遐有诶无诶安尼，所以变讲乌白浪费安尼，哦，安尼，嗯。所以都叫这定位啊，定位这来伊讲的，伊咧讲立法委员，你制定这健保政策的时候，吼、哦，那行到这大偏差，吼、哦，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啦，这不是大偏差，这是在立法委员拢有甲在台湾在财团，嗯。叫做连结，嗯，利益共同体，嗯，因为这个健保推动论，对台湾这大台湾受益嘛，大家拢好康嘛，啊好康来说，当然，在立法院，在国会议员，共款嘛是会分到汤，分到食啦，对，叫做。北京语讲的叫做雨露均沾，好，我怎么我读偌济册呢？读足济啊，雨露均沾。啊，所以，这个讲来是悲哀，是台湾的悲哀，台湾人的悲哀嘛。因为恁
咱就是刹车车财团的立法委员嘛。对啊。哦。伊财团的立法委员杀出来了后，伊当选了后，伊这个三年四年无伫立法院，好好有伊的财团服务，啊，伊后年拢免做。对对对对对。嘿，啊，佮伊帮伊出的钱去买票的钱，唔知叫伊家己付出。对对对。啊，所以讲，伊就只好拼命嘛是爱为财团。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啊，所以讲即满呐，安尼啦，看起来啦，健保伫台湾敢要有救？我们加问的，不是阿妈。变成讲，是台湾的悲惨的代志哦，继续搁延了啦，这无落定啦。无救。主要健保有一间伫台湾，台湾人的悲惨的这个生活，这是无落定标啦，这无可能定标。可以，甲今日去看会出来，甲今日你，去看。是。啊，咱即嘛吼，我过来。讲一个，即个讲咱健保的迄落，除了这财法去财依法，不是财法依，迄落医药的医吼，依法门吼，这的因迄几下台湾这几下你拄只念到迄几下，去分无够的吼，啊，就搁较细遐的吼，加减捡一寡肉油啊，啊，过来呢捡一寡肉汤的吼，安尼三捡四捡安尼哦，啊，伫个台湾吼，都强要卖迄落啊，但是即嘛还搁出一个迄落，伫个讲哦，人讲迄落，甲你身躯伫迄落健保的身躯，甲你插一条迄落钢火，甲你放火，迄是啥呢？迄就是讲，足济只的这个老兵，老兵，吼，伊伫个台湾，哦，伫台湾中国安尼走来走去的吼，因咧食饱顿来拢硬生生，啊，除了着参与讲即摆八百壮士啊啥，啊，着美台湾啦，嫌台湾啦，吼，啊，美台湾人啦，啊，即摆咧，啊，着拢诶，进两三十五着去。就去这个英壮的啦，什么呆呆啦，什么大金大地银吼，去啊，敢那洗菜市啊呢，吼啊，有的坐伫遐规排讲，哎呀，老吴今天怎么没来呀？他说，哎呀，老吴今天不舒服了，所以没来啦。你看，因洗病，因洗到安尼忝嘛，讲无要来洗啊！伊安那伊洗，毋是白白来洗哦，就是讲来遮吹冷气尔，毋是，啊伊就来遮就领药啊。哦，啊即摆就领嘞吼，逐科拢去看，拢去看，啊处方笺伊就去领，就去看，去领去看，尽量领，尽量看，尽量领，尽量看。啊即摆累积到安尼要转去探亲的时阵哦，迄皮箱哦，规个皮箱哦，拢带迄个药啊，带甲。甜安尼，车转去中国，吼安尼去啊，互因的亲戚朋友享受。啊，伊是啥？伊就是台湾人的纳税金的汇款钱嘛。啊，伊就是讲台湾的药啊，吼，好，搁免费，啊，搁有效，吼啊安尼吼，啊所以讲就安尼。啊，过来一种就是讲，啊有法都用到身份证的，过来遮就是健保卡，吼啊，就来遮看病，哦，那小可爱了要开刀啦，要创啥的，拢总倒转来台湾遮开刀。哦，你卖说讲啥，参像黄安去扫的就好，吼黄安一个专门在美台湾唱衰台湾的，嘿，对嘛，伊嘛是啊。伊就是要看病，就是倒来台湾，啊，开刀啦，什么啦，都要倒来台湾享受健保安尼。啊，佫有一种的，就是讲倒来美容关系有够的，倒来美容的，有规面生乌斑的，吼，规面生乌斑的，吼，啊，就倒来个，哦，都当然啦，病历卡人有法都写嘛，吼，啊，就是讲，哦，伊就是什么烂疮、痔疮，那个安怎，啊，其实啥，迄是。美白，吼拉皮，即摆拉皮一个，你若去迄落爱情的揉皮啊，揉即落颔棍的皮啊，甲面的皮吼，美容爱三十几万呢，爱三十七万呢，啊你免健保去，你我健保嘛有优待啊，对啊，啊就一寡钱尔啦，一寡钱伊纳小块的钱啦，对啊，啊迄个，啊得用健保去用啊，啊迄个糟蹋了，糟蹋，是啊。啊，像讲迄落看喙齿，看喙齿伫咧外国足贵的，啊，就爱留转来台湾看咧。啊，对对对。哦，所以讲这就敢若讲，伫咧健保的身躯用一条迄落钢安尼甲伊插落，伫遐咧甲你放血。对对。所以讲温死。对对对对。吼，是毋是安尼？是无不对。系啊。
这就是健保会出的事情，问题很多，就是这你的说这都完全对了，这叫做浪费嘛，没必要浪费嘛，对结果那是算在台湾人的子孙，我们这代打不赢，后代也打不赢，他现在他像说银行、你自己存款已经用完去了，你又把银行贷款，又把银行又贷款，现在又二胎，现在又三胎，都这样，他就把你变通到第四代来了，你看，我看，我死的，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回来。